好，登入新北市医学院，如果你想使用新北市医学院的新更进阶的功能，那你必须拥有身份。那目前给所有新北市教职员，你只要有消行政系统的账号密码，你就可以进入。那我们采用的是新北市 OpenID 登入，在首页的网页服务里面有新北市 OpenID 登入，这时候在这里输入你自己的账号还有密码。那记得这边要用校务行政系统的制定账号，不可以用身份证号码，按登入。好，他问你要不要记住密码，我们就不记住。看一下这边的身份对不对， OK 的话就按打勾。好，这个时候你就会自动登入新北市医学院，右上角就会有你自己的身份。好，这是使用 OpenID 的方式登入。